嗱，冲一冲佢啊，因为咧都有啲沙啊，有啲蚂蚁啊嗰啲嘅 ，OK， 咁咧就冲药柳冲一冲。当然你食嗰阵时可以再冲啦，系嘛？其实咁样都系好干净噶啦，因为其实佢生喺树咧，因为我哋冇话加啲咩肥料啊、咩药啊嗰啲噶嘛，系咪先？咁就冲一冲面头啲尘，同埋有啲蚂蚁啊嗰啲咧，小昆虫啊嗰啲就冲一冲佢先，即时做一做。做一做嘢先，真系令我谂起啲手身以前。你手身咧一耷到条友系嘛，成扎有十几个嘅，咁你点搞啊？你逐个详细手身系唔够时间噶嘛？譬如你喺个地方已经系啲狗贩之地系嘛，即系佢哋嘅地头啊。十二点钟后佢大晒嗰度啊，系嘛？咁你即时要立一立摸下佢先，系嘛？喺佢条腰摸下，周围摸下系嘛？啲隐蔽地方啊，唔好客气啊！越隱蔽越有機會藏嘢嘅，咁咧就一定要摸，係嘛？先攬一攬佢先。好似而家我咁樣摘咗呢啲嘢咧，先沖一沖水先，啲塵、啲小螞蟻，係嘛？好，下次再分享其他。